年来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年轻化，很多人年龄可能是20岁，可体内血管已经80了。血管健康与否决定我们身体是否健康，因此想要青春永驻，首先要让血管年轻。那么如何给血管洗澡呢？可以多吃下面这几种食物。一、黑豆。黑豆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它所含的花青素是一种多酚类物质，对于血液有良好的保健作用，而且很容易被人体吸收。二、荞麦面。荞麦的营养相当均衡，赖氨酸、色氨酸、蛋氨酸都是血液健康所必需的氨基酸。除此之外，荞麦中还有维生素 B1、B2 等物质，这些营养成分可以净化血液，强健血管。三、卷心菜。卷心菜含有维生素 C、钾、钙、膳食纤维，可以保护血管黏膜，加速血液循环，让血管更加坚固有弹性。你们平时也不妨多吃一下这几种食物吧。